嚟到致富点评嘅环节啦，电话旁边接通咗大中华投资策略研究学会副会长李伟杰 ，Jason 早晨。系，早晨，你好 ，Mimi。Jason 啊，而家中美貿易關係嘅前景咧就唔太明朗啦。咁就想問翻，有邊只股份嘅業務性質咧係唔會太受中美貿易關係嘅影響嘅咧？咁家庭觀眾都可以留意一下咧。係啦，咁其實個市啦喺呢段期間，即係喺外圍上啦，中美貿易嘅一個談判啦，就係加多叫膠着嘅狀態之前啦，咁好多嘅股份啦，咁其實尤其是高息股份啦，都可以受惠住啦，美國十年期債息啦一路係下跌啦，有個比較上吸引嘅狀況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股份啦，就呢個1848中國飛機租賃嘅。咁其實現時啦睇翻佢個市盈率啦，講緊都係單位數嘅啫，預測市盈率就 5.7 倍，咁啊現時嘅市盈率就 6.6 倍啦。睇翻個股息率啦。咁其實都有超過8厘，咁其實當然你話知呢一個行業裏面，咁其實長遠啦，或者一啲叫飛機上嘅一啲叫購置，其實同呢個美國方面都有一定嘅之來往。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個叫長遠嘅一個合作關係啦，就我覺得就暫時啦，都對中美貿易咧，而家嚟講一個摩擦啦，對佢影響度比較低。咁當然啦，我見到就中國飛機租賃咁，除咗你話有個叫飛機個租賃嘅市場之外啦，都有啦其他好似一啲叫維修啊，或者對呢個零件方面嘅一個重投方面嘅一個業務嘅，咁所以都對啦，嚟緊一啲業務嘅一個穩健性啦，都可以即係進一步提升嘅。咁再加上內地方面啦，大興國際機場啦，亦都喺上個禮拜正式投入呢個營運。咁長遠啦，都對呢個叫飛機租賃或者飛機嗰個維修嘅行業啦，都有機會進一步提升嘅空間喺度嘅。咁而家係咪一個好嘅時機咧，去俾家庭觀眾去吸納呢只股份咧？咁佢哋應該點樣部署好啊？係啦，嗱，部署上咧，我覺得可以去翻250天線附近呢啲位置啦，就趁調整嘅時候做呢個吸納。咁其實現時都好吸引，都好接近㗎啦，因為250天線講緊7.88，咁你大概你都係跌多0.1附近啦，呢啲位置我覺得可以開始咧就進行呢個吸納部署㗎啦。咁而目標啦就暫時睇翻9先，咁而止蝕位啦穿咗7.48呢啲位置啦就先行減持。咁而睇翻喺8月份啦，咁其實低位就7.5幾，咁即係如果你話再跌穿埋上次低位就要考慮做一個叫止蝕嘅部署先嘅。明白，咁我哋而家一齊睇下咧，依一隻股份嘅最新報價，咁樣大概係去到7.97嘅。咁想問一下 Jason， 你本身有冇揸住呢一隻股份嘅咧？係啦，本人正啱開持盤市啦，剛才呢只股份咧係冇持有嘅。好啊，唔該曬你今朝早嘅分析。不過提翻大家，頭先嘉賓所講嘅係個人意見，並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或者推介。所做嘅投資都要衡量翻自己可以承受嘅相關風險。